门外有人摁响门铃的时候，摄像头启动，屋内显示屏自动亮起。这个时候，手机会收到智能锁打来的一个电话，右滑接听，就可以实时查看门外的情况了。而且这里可以拍照，可以录像，可以对讲，可以解锁，是真正的可视对讲，真正的实时监控。需要开锁的时候，点击马上开锁，然后输入指纹或者是密码即可开锁。已开锁。